们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光临孙天晟的音乐与艺术音乐会。我们都知道，在艺术的范畴内，绘画和音乐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所以我们才有了音乐是流动的绘画，绘画是凝固了的音乐这样子的说法。那从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说，绘画是一种颜色，是色彩，是一种光波，那音乐是一种音波。在大自然中，音乐对应的就是 C D E F G A B 七个音调，而色彩对应的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那音乐和美术、视觉和听觉之间其实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呢，孙天晟同学就将围绕着音乐和艺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通过讲演结合的方式，带我们一起来领略音乐与绘画艺术的碰撞。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孙天晟。Thank you.
常优美动听的一首这样的开场的乐曲，能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首乐曲吗？好的，这首乐曲是叫水草舞，是一首中国的乐曲。您刚刚提到了，因为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是音乐和艺术，然后我从这个曲子当中也感受到了一些非常唯美的这样的画面，为什么会把音乐和艺术这样的主题在今天这个场合想跟大家分享？好的，我是从小开始学习钢琴，然后呢小时候学习钢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会有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然后有的时候不知道乐曲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呢所以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去了解一些关于音乐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的一些老师也会告诉我，就是说要去了解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流派，还有一些音乐上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在了解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音乐的流派，一些音乐的东西其实和艺术尤其是绘画方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共通的一些地方。对，然后呢通过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知识呢，我会发现我对于音乐上面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后来呢我就对这个方面其实会有越来越感兴趣，然后我就开始去比较系统的去学习这个艺术史啊艺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那里有更加多的一些知识，可能并不是说就是仅仅是弹奏上面，可能就是他的一些思想上面他就是有些相似性的，因为我觉得我相信的就是不论是绘画还是其他的艺术还是音乐，他们其实都是一种形式，他们所体现的呢都是一种思想，人的思想的一种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两个者结合起来呢会是一个非常比较有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同时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方式去了解音乐和艺术。相信听你这样简单的一介绍，大家对接下来的内容肯定是非常期待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你沿随着这个历史的足迹，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和绘画的碰撞，好吧？好，谢谢。我接下来要弹的第一首乐曲呢会是贝多芬的作品，所以呢我想先从贝多芬开始弹起，然后呢贝多芬呢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作曲家，然后他是出生于1770年，然后去世于1827年，然后我们都说贝多芬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一个作曲家，但是他的晚期作品呢其实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所以呢然后呢其实对于贝多芬这个人来说呢我们还是比较的不确定他到底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作曲家还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然后这一张特别著名的贝多芬的肖像我觉得从小学课本上面就看到过这张肖像，然后到处关于贝多芬的肖像都是这一张其实是一个德国特别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的画家所画的一幅肖像画。那我们刚才所提到了新古典主义和古典主义，那么呢其实在贝多芬那个时代，也就是18世纪的时候呢，在绘画上呢特别盛行的是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在音乐上呢就是古典主义的音乐。我刚才说过呢其实绘画和音乐它其实仅仅是两种形式，它们所代表的其实是人的一种思想，所以呢其实他们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和古典主义音乐呢其实他们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点，然后下面的这一串字呢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追求的一些理念，尤其是第一个字理性，然后呢它的很多作品里面同时还会有统一平衡信息自然完美比例简单等一系列的一些特征，然后在这个时期就是18世纪的欧洲呢欧洲刚刚经历了启蒙运动，所以呢人们接受到了很多新兴的一些思想他们知道就他们认识到了理性科学的重要性，然后后来呢英国开始有了工业革命，然后人们再一次发现了科学以及一些科技所给人们带来的一些好处，然后在艺术的这一个方面呢在十八世纪这一个时候呢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然后他们发现了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它是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城市，它后来被火山灰所覆盖了，但是因为它的火山灰的覆盖呢所以很多的古罗马时期的一些艺术仍然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来自英国法国的一些画家就会到意大利去
学习这样一些古典的一些东西，然后产生了一段时间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热潮，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绘画和古典主义音乐的这个时代。然后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呢，它特别注重清晰的轮廓和完整的构图，古典主义的音乐呢创作它结构比较完整的奏鸣曲，用奏鸣曲式去书写乐曲，然后这一点就是体现了它的一种平衡感，一种完整感。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呢，一般画面比较的和谐统一，然后它是比较少注重这种色彩的激烈变化，然后人物的表情呢是比较的平静。而在很多的古典主义的音乐上面呢，它节奏也是比较整齐，音量呢也是比较少的发生变化。当然啊，这比较多数的是海顿和穆拉特的音乐，对于贝多芬的音乐呢还并不完全是如此。还有一个，他们新古典主义的绘画的细节都刻画得非常的清晰，看不到笔触的痕迹。而在古典主义的音乐当中呢，音乐家开始使用主调而不是副调来书写音乐。主调呢就是它只有一个手势旋律，然后呢其他的一些部分都是伴奏。而在以前呢，就是用副调来创作的，就是左右手，然后同时都是一些就是旋律，然后交错在一起。所以他用主调开始创作音乐呢，它可以突出了单一的旋律，弱化了其他的部分，所以它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它的清晰感和它的简单感。然后新古典主义呢，摒弃了共和国艺术的浮夸和华美，力求简单理性。古典主义的音乐呢，也抨击了巴洛克音乐，力求简单的刻画音乐。洛可可艺术和巴洛克音乐都是在这个时期之前的一种在艺术和音乐上的这个流派，它都是比较追求那种浮夸和一种华美。它特别喜欢，比如在音乐上，巴洛克音乐特别喜欢用装饰音，然后在洛可可艺术上特别喜欢用一些花纹，各种各样的花纹，而是没有直线。他们都在这个时期，他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新古典主义推崇理性的表现，但是在理性的外表之下，能够看到一些浪漫主义的身影。古典主义音乐拥有表面的逻辑和规则和潜在的复杂和不可能性。就是我这么说呢，其实我说的这个浪漫主义的色彩呢，其实就是可以说它在潜在的一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些微弱的一些节奏的变化，它也同样会表达它的情感。因为呢，其实不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它所体现的都是人的一种思想。所以呢，人总不能够脱离他的情感，所以尽管是新古典主义，他们有这种结构的束缚，他们同样也是在外表之下能够看到一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然后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注重它的对称感，用线性透视来刻画背景，而古典主义的音乐呢，就是用奏鸣曲式，有呈现部和再现部。这两个部分呢，其实仅仅是它的调式不同，但是它的音乐整体的旋律是相同的，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一种对称感。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我们大概看一些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新古典主义呢，它主要是先从英国开始，然后再到法国呢，到达到了鼎盛。这一幅呢是一个关于古罗马场景的，是由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的画家达维特所做的《赫拉斯兄弟的宣誓》。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人呢，这个前景里面的这一些人，就是像古罗马的一些雕塑一样，他把它弄成古罗马一个雕塑。一个是达维特他自己的风格，另外一个他通过把它弄成这种雕塑这样的形式呢，他其实就是可以把它的那种轮廓很清晰的体现出来。然后你看它的背景是非常的简单，然后它是通过线性透视来体现出来它的简单的背景。然后整体的这个画面呢，这个颜色是比较统一的，并没有说很强烈的对比。然后整体人物的这个表情也是比较的平淡。然后呢，这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些古罗马的作品呢，其实它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就它会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比如说这一幅《赫拉斯兄弟的宣誓》呢，它其实是体现了一些勇敢的重要性，还有它就是强调了就是那种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因为赫拉斯他们这些兄弟呢，他们后来他们战争，他们都杀死了各自的他们的一些他们的未婚妻啊什么，他们的朋友这样之类的，所以他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一幅《萨宾妇女》同样是达维特的一个作品，也是一个古罗马的场景。从这一幅画同样能够看得出来，所有的这些人物都是像雕塑一样的这样的造型。然后从这幅画上面呢，可以看到一种对称感。比如说你看左边的这一个人和右边的这一个人，他好像就是他的动作是正好相反的。包括你看他的盾牌，一个是朝里，
一个是朝外，这都体现出来它的这种对称感。还有包括你看左边这一边凸出来的是一个马，然后它在同样这个地方呢凸出来一个举着一个小孩的人物，它同样体现出来它的这样一种对称的在这两个地方表现。然后还有包括中间这一个人物其实是萨宾妇女，但是然后呢它中间光出现中间这个人物可能会比较突兀，但是在它的后面画了一个这种穿着红衣服的女性，就她这样的这样中间的这两个女性呢，就把这个画面的整体呢，会变得更加的这样的一种协调。除了一些古罗马的一些故事呢，还有一些当代的一些非常宏大的场景，也是非常经常刻画的，比如说拿破仑的加冕礼，是达维特的一部著名非常重要的作品。然后，咱们错了。然后接下来这一幅画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幅画，因为呢，这一幅画呢是历史上第一幅，就是说画面当中的人物呢是穿着当代的服装的，在以前呢表达当代的这样表达一些当时的这样的一些情景的时候呢，它往往会使用一些比如说古典的手法来表现，来表现当代的这样的一些的一些思想和一些内容，而从这一幅画开始呢，就是它完完全全就是开始使用了一些。当代的一些服装来当时人们所穿的一些服装来展现，而不再是使用一些古罗马的服装了。所以呢，其实这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他们所追求的一个理念，就是他们要用真实性来表达东西。然后呢，这一幅画是非常著名的达维特的《马拉之死》。然后这一幅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景是非常的普通，很简单，然后它的前面的这个墓碑也是非常的简单。整个的画面呢都是集中在这一个人的上面，然后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人物的这一个造型呢很像米开朗基罗这一个圣殇里面这个耶稣的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他们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这其实是很多绘画的里面呢他们经常是用一些神权的一些人物呢来美化一些世俗的人物。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非常激进派的一个革命人，他推崇了他杀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国王，他非常的凶残，然后呢，他就是为了让法国得到特别的解放。然后呢，其实达维特和马拉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政治立场的。然后后来在马拉被一个温和派的一个女性科黛刺杀了之后呢，他就画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去纪念他。然后呢？马拉本来是一个非常丑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画上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非常丑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同时他还用了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去表达他的这样的一种姿势，所以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他在他的表面的这样的一种张法之下，他能够带有他自己隐隐的情感。然后除了达维特之后呢，晚期的一个艺术家就是安格尔，安格尔是1780年出生到1867年去世，在他这个时候呢，浪漫主义已经十分的盛行，所以他一个人呢，相当于是和浪漫主义相抗衡。虽然说他是新古典主义，而且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呢，他的画里面呢充满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甚至有一些人就认为他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画家，这一点和贝多芬都很像，因为他们同时都是比较晚期的人物，然后安格尔他和达维特不同，他特别擅长画女性，尤其有的时候还有就是可能小孩子听得不是很好，他特别擅长画女性的裸体，然后因为他特别擅长表达人的这种优美这种姿势，比如说像左边这一幅就是他特别著名的大玉女，你可以看到他虽然说他的轮廓都非常的清晰，但他的背部特别的拉得特别长，他手臂也特别的长，然后他这一个人呢其实是一个东方的土耳其的玉女，这都不是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可以体现出来一些以前的一些风格主义的色彩，还有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些色彩。右边是他的一个晚期的作品，同样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轮廓特别的突出，还有他的一些线条就特别的突出。然后我今天弹奏的呢是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贝多芬这一生一共是创作了32首奏鸣曲，总共被分为了三个时期，就是我左中右这三个时期。这左边的这几个作品呢是被称为他的第一个时期的11首钢琴奏鸣曲，到1800年截止。我们很多的人认为呢1800年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结束的年份。
所以呢，他在这一个时期的他所做的这些作品呢，还是比较古典的。虽然说有他自己的特点，但是他还是比较遵从着他的他以前的老师，比如说海顿的风格。然后中间的这么多首呢，其实是他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呢，他就开始自己去尝试能不能用奏鸣曲去表达更多的东西。比如说，然后他其实有一些东西呢，已经违反了传统的一些奏鸣曲的一些特征，比如说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其实也是我今天弹奏的这个曲目，它并不是按照传统的奏鸣曲式去写的。一般的奏鸣曲呢，第一乐章是主要乐章，第二乐章是慢乐章，第三乐章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小的作品。而在这一个作品当中呢，它的第一乐章是慢乐章，第二乐章是一个短的小的作品，而它的主要乐章是第三乐章。还比如说第二十一钢琴奏鸣曲华尔斯弹，它的转调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都不是很常规的一些转调方式。到了最后的这六首作品呢，就是可以说它的浪漫主义已经非常非常浓了。它这个时候呢，已经完全脱离了比较古典派的一些模式了，然后已经人们越来越难懂它这个时候它的一些思想是什么。今天我弹奏的是圣西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它虽然是月光，但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它月光奏鸣曲，但它其实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他自己本人所起的，而是后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瑞士的一个诗人，他在听了他这个曲子第一乐章之后，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这个非常有误导性，因为其实根本他的第一乐章就不是月光，而从他的这个调式还有他上来的这样的一些旋律，就可以充分的说明他这首曲子是比较的凄凉、比较的悲哀的一首曲目。然后第二乐章呢是小快板，降低大调。如果要找我想找一幅画来代表第一乐章的话呢？而同时我也想找一幅跟月光有所相关的一幅画呢，我所找的是这样的一幅作品去描述第一乐章。这幅是非常著名的梵高的新月夜，虽然说在很多的表现手法上面呢和这首曲子并不是完全的相似，但他们在一定的情感上面其实还有一些内容上面是相符的。因为这一幅新月夜呢，它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月夜，而是梵高他自己内心映射出来的。可以就是说，梵高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住在神经病医院里面，他的内心其实是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个心情。所以虽然说这幅画是一个描述月光的一个曲目，像这一个曲目，但是其实它根本并不是这样的一首曲目，也并不是这样的一幅表达这样一个内容的一幅画。第三乐章是激动的极板，然后如果我找了同一个作家三幅作品，其实就可以像是一个暴风雨的场景。这是透纳，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所做的一个作品。那之后我会具体介绍关于透纳的一些细节。好，然后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然后我接下来将会弹奏这一首第十四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谢谢大家。圣西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
光，我们跟随着这个旋律从温柔婉转到激情澎湃，相信在座的各位观众脑海里面肯定也对这首非常经典的乐曲有一个自己想象中的美好的画面。我相信这大概就是音乐和色彩碰撞产生出的一种最美的化学反应。那在接下来的部分呢，孙天晟将带我们跨过古典主义来到浪漫主义流派的艺术海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孙天晟。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好，我们的第二个部分是肖邦和他的夜曲。又第二个我要弹奏的是肖邦的作品，然后先从他开始讲起。肖邦也是非常熟的，大家非常熟的一个作曲家。他主要是做钢琴曲，然后他被称为是钢琴诗人。他是非常著名的波兰的浪漫主义的一个作曲家。他虽然说是浪漫主义，但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作曲家。他虽然是浪漫主义作曲家，他的曲目呢也非常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但他其实鄙视很多的一些浪漫主义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跟他同时代的舒曼、门德尔松，他反而比较喜欢，比如说巴赫，就非常古典，以及莫扎特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他的夜曲以及其他一些曲目当中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特点。不过呢，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一个作曲家，因为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是充满浪漫主义的一些色彩。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肖邦的故事。那肖邦呢，他是1810年，他是出生在波兰的华沙。他之后呢是在华沙的一个华沙国立音乐学院进行学习，然后在他1830年，在他20岁的时候呢，发一个华沙起义失败。后来呢他就到了法国，然后呢他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波兰。他在他法国的这一段时间呢谱写了他大部分的曲目。在1836年的时候呢，经过李斯特，然后李斯特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作曲家，也是肖邦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认识了就是旁边的这一位女性叫乔治桑。然后乔治桑呢其实是一个笔名，乍一听可能大家认为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法国的浪漫主义的一个诗人。肖邦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对他并不是特别的喜欢，觉得他非常的矮，然后喜欢抽烟，还特别像一个男的。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了他越来越喜欢了乔治桑，然后呢他们两个进行了长达9年的同居生活，生活在乔治桑的他的一个别墅里面。然后呢肖邦在他的这个别墅里面呢创作了许多许多著名的钢琴曲目，比如说据说有一次他的一个小狗在他那个别墅里面跳来跳去，他的尾巴特别的有趣，然后他根据这个灵感就做了那个小狗圆舞曲，因为大家很多都听过非常快的一个肖邦的一个圆舞曲。然后呢在1846年的时候呢，在经过了一场争吵之后呢，肖邦和乔治桑分别了，他们的9年的这个同居生活也就结束了。然后此后的时候呢他回到了巴黎，然后可以说呢这一段时间呢是肖邦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间，因为他已经身患重病，而他的身边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性陪伴他的身边。然后在3年之后呢1849年他就去世了。然后呢这两幅画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显示但没有具体说明的，就是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库洛瓦所画的画。这两幅画呢原本是同一幅画，叫做肖邦和乔治桑。据说他的手稿是这两幅画原本是这样的在一起的，后来他就被分割成两幅画存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乔治桑他的庄园呢仍然存在，在乔治桑的诺顿庄园，在法国中央大区安德尔省拉沙特尔附近，然后呢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旅游的景点。我们刚才说了浪漫主义，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开始来了解一下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可以说就是说是情感是浪漫主义主要是情感、自由、个性、奇幻，还有很多它的曲目呢里面有政治的意味。然后浪漫主义其实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情感。然后呢在古典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呢，
欧洲经历了很多很多一些战争，尤其是比如说以法国大一些革命，主要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首。然后人们认识到呢，人们需要自由，人们需要他们自己的个性，仅仅有理性是不能够带给他们所想的一种境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开始追求了一些情感。然后呢，其实在很多的曲目当中，自由、个性和奇幻也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呢，这个时期呢，在音乐和艺术上都是大浪漫主义。同样的，跟刚才在新古典主义的时候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他们在一些形式上会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说呢，绘画上它就不再像新古典主义，就是比较的色彩比较统一，它就开始追求一些色彩的一些变化，然后人物就开始具有动感，表情都非常的激烈。而在音乐上呢，音乐家也开始，比如说有强弱非常强烈的对比，然后也有速度的忽快忽慢。在音乐上叫做 rubato， 就是在可以在规定的一定范围之内呢，可以进行自由的处理。而这种进行自由的处理呢，一方面是可以是抒发情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自由，就是他们自己想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他们的演奏者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处理方式，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可以自己去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要讲的，他们之间的一种共同点是这个政治意味。之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很多东西有政治意味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画家等，他们就开始已经有了他们的一个比如说政治的理念，也他们的一个政治倾向。这些政治理念、政治倾向，经常可以在他们的一些绘画当中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尤其是一些战争的场面，比如说从他的这个绘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比如说他支持一些，比如说一些中产阶级的人们的战争，他反对一些压迫这样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意味。然后同时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很多很多的风景画里面，浪漫主义的风景画里面，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政治意味。就是说呢，比如说可能很多英国的风景画，他们通过这个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批判，比如说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在美国的一些风景画呢，它可能也是想说明了美国人带来对这个自然的带来很多灾害，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批判。然后在音乐上面呢，他们并不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很直观的能够给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比如说那些战争啊，他们的一些什么倾向。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在音乐上呢，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些民族性，就是说在以前的时候呢，主要以宗教音乐为主，所以你不管是德国、法国还是波兰，全世界所做的音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围绕着宗教，它都是围绕着宗教这一个内容去创作的，所以它就是很单一的。而到了这一个时候呢，比如说它就开始很多一些民族的意味就体现出来了。而民族的意味呢，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出来他们的一种个性和一种自由，因为一个人的民族就是可以体现出来你一个人所有的特质。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肖邦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跟波兰相关的一些曲目，比如说很多很多波罗乃兹，这是一些波兰的舞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音乐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些浪漫主义的绘画。浪漫主义的绘画，它的一些题材可能会非常的多。然后第一个它的一个主题是战争。左边这一幅是非常著名的，在卢浮宫的自由引导人民，是德拉克洛瓦刚才所说的法国的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的一个画家。然后右边的就是格雅，他所画的1808年的5月3日的枪杀。然后在这两个战争场景当中，就不像之前我们所看战争场景的那个样子了，可以看到这个的画面整体非常的强烈，尤其是这一幅画，你可以看到前面这里特别的亮，实际上还有鲜血这样非常鲜艳的颜色，而背后可以看到这个教堂这里是非常的昏暗。然后这一幅画，它通过这样的颜色对比呢，也体现出了它一个政治的倾向。比如它为什么要把教堂画得那么的黑暗呢？就是因为它特别讨厌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教皇的统治，他认为教皇压迫了他们的这种社会的人民，而把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心最亮的地方就是这一个人，他可能即将就会被枪杀掉。他的这样的一种通过颜色呢，就可以体现出来这种人的一种同情，以及你看他的这个双手这样伸直的这样的状态，就是很像耶稣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同样又是通过宗教的一些人物来美化世俗的人物，所以他体现出了他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第二个是浪漫主义的风景。
左边这个是刚才给大家已经介绍过的，是透纳的作品，右边呢是另外一个英国非常著名的叫做约翰康斯泰普堡，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风景画家。然后透纳呢，他特别喜欢画这样的一些就是跟暴风雨有关，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画面非常的模糊，不再有清晰的轮廓。然后透纳他还甚至经常把一些那种比较带有神话色彩的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内容的搭入到他的风景画当中。而康斯泰普尔呢，就是经常会画一些宁静的一些英国的乡村的一些场景，他认为呢通过画一些英国的乡村呢能够风景能够是表达他情绪的最佳的一种方式。这个时候在美国呢也开始出现了他们的第一种流派，叫做美国的哈德逊河流派，它是用于描述自然的一种流派。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比较领导性的人物就是这一个托马斯克，然后同时也有这一位画家。然后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一幅画呢，就是画的是美国的西部，它可以体现了美国的意义呢，他们当时的一种就是叫做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扩张的他们的一种理念，就是认为上帝就是自然的认为美国是应该要进行扩张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画这样的一种加利福尼亚这样的一种场景，其实也体现了一定的崇高感。崇高感是这个时期的风景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的一种原因。接下来还有就是这种神话色彩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左边的是英国的威廉布莱克，而右边的是俄亚的龙神吞噬妻子。然后威廉布莱克呢，他其实同时他也是一个英国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他呢他做了很多很多就是那种他关于他自己个人来思考过去思考历史的一些诗作，然后呢他同时被这些配上了一些画。然后呢他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反对当时的一种学院派，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一幅画，他就是描述了当时那种上帝创造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他充满他自己个人的一种解释，还有他自己的对这种世界的一些想法。然后右边的这个格雅是他后来的他的一个特别有他自己特色的一个作品，到了他的晚期呢，他经常创造这样的一种绘画，就是它的背景都是非常的暗的，然后它每一幅画都非常的恐怖，非常的阴森。这一幅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叫做《农神吞噬妻子》，就是可以说农神呢，他为了保持他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每生一个孩子，他就把他的孩子给吃掉，因为他并不想让他的孩子来将来继承他的王位。这其实就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皇位自相残杀的这样的一种意味。然后我今天弹奏的是肖邦的夜曲，夜曲呢是英国是爱尔兰作曲家菲尔德首创的一种钢琴题材，后来呢就是被肖邦运用。然后呢其实当初菲尔德创造这样的一种钢琴题材呢，他希望很多很多的钢琴家能够把它作为一种主要 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呢只有肖邦被做了一共21首的夜曲，而其他作曲家最多也就是做了3-4首的夜曲。当初菲尔德创造这样的一首夜曲呢，他所表达就是那种自然的那种夜晚的这样的一种风光，一般就是非常的优美非常的舒缓的一样一个曲子。肖邦的早期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延续了菲尔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到了晚期呢，他就是说更多的是一种在夜晚下面他舒缓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把它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比如说在早期的作品里面，他的左手伴奏旋律可能比较单一的，而到了晚期呢，他就有更加丰富的一些伴奏的一些和声。然后这样的一些作品呢，大多数都是 ABA 形式的一些作品。夜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一种神秘感梦境感，还有跟夜晚可能相关的一些绘画的一个音乐题材。然后这里呢我也有一些充满神秘感梦境感或者是与夜晚相关的一些绘画。第一个是亨利·傅塞利的这个英文叫 Nightmare， 其实就是噩梦这一幅画。亨利·傅塞利呢可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古典主义，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但他确实是用一些古典主义的东西去表达一些非理性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图中的一个女性是这样躺着，上面的这个恶魔呢，就是经常说是由这个马带着恶魔会过来，然后是一个英国的一种传说。然后呢他的画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忧郁非常这种具有神秘感甚至带有点恐怖还有一种色情的这种
的感觉。然后呢，他的画是非常难以理解，就像这一幅画呢，我们仍然很难以理解他的创作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德国最为著名的，可以说是他的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画家，叫做乌里德里希。上面的这一幅叫《两人观月》，下面这一幅叫做《橡树林中的修道院》。上面这一幅的《两人观月》呢，其实就是图中的两个人物是画家他自己，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呢，去世了，然后他特别悼念，他特别怀念他的朋友，所以他就做了这一幅作品。其中他的朋友他其实也画在了上面。然后这样的一幅作品，其实也就是可以说是在一种夜晚去思考自己，去思考死亡，去思考，比如说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这个世界。下面这一幅呢，其实也是跟死亡有关，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十分具有神秘感，非常的阴森，没有一个人，也是一个跟死亡相关的一个作品。这一幅叫做《睡着的吉普赛女孩》，是卢梭的一个作品，这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作品，但是它是一个之后的一个叫做原始主义的一个作品，但是它其实也是跟夜晚啊，跟这种有相关的。可以看到图中这里睡了一个吉普赛在它上面，然后呢，它的背面呢是这种广阔的山脉，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河流，它中间突然出现了这个狮子，那么它就会可以其实跟我们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观者会有一种印象。那么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仅是想象的呢？如果它是这个吉普赛女孩的一个梦吗？还是说它是真实存在？如果是真实存在，那它为什么又没有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性呢？其实在这样的一幅画里面，它给我们无限的一种遐想，它其实也就是夜曲里面作曲家在夜晚当中他进行的无限的一种遐想。最后的一幅，这个叫做我是克林姆特的一个作品，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男女，他们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接吻。可以说呢，虽然说他没有直接的这种夜晚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自我的理解，它其实也有一种夜曲的一种意味，尤其是小夜曲的意味，因为小夜曲呢就是讲这种男女这种谈情说爱的这样的一种夜曲。然后呢，我接下来要演奏两首夜曲，一首是他最早创作的一首夜曲，仍然有菲尔德的这种形式，可以看到他右手有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像女高音一样的这种这种音乐，它其实就非常的动人，非常的动听。而到了他晚期的我的第二首作品是他最晚创作的一首夜曲，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么样高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具有歌唱性的一些旋律的，然后他的曲目当中也有更加多的一些一些那种空拍，也是体现出了他晚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这样的两首夜曲送给大家，谢谢。接下来请欣赏肖邦早期谱写的第一首夜曲，夜曲作品9第一号。
欣赏肖邦晚期谱写的最后一首夜曲，夜曲作品62第二号。
常正统的古典音乐和浪漫主义的艺术作品。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画面切换到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的家乡俄罗斯，一起来感受具有非常浓郁的俄国风情的音乐和绘画。让我们再次有请孙天晟，掌声有请。谢谢。然后我们第三部分，我们后面这几个部分都比较快，所以就然后我第三个要弹奏的曲目是四季十月秋之歌，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然后我们先了解一下柴可夫斯基的这一个四季。四季呢是一个钢琴套曲，它一共是有12首曲目。它的每一个月份呢，就是他做了一首曲目。他所描述的呢，就是那个每一个月份那种比较经典的俄罗斯的这种风情，比较经典的这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然后呢，对，然后比较著名的呢，比如说是第六首啊，第六、十、十一啊，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乐曲。然后我们讲一下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呢，他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然后我下面列出来了他的一些代表作品，红色的是他特别著名的一些作品。然后柴可夫斯基呢，可以说他的作品和一些很多之前的一些人的作品，不是很相同的，就是他是一个俄罗斯的作曲家，而很多的俄罗斯作曲家，比如说柴可夫斯基呢，他所表达的呢就是带有俄罗斯特色的一些音乐。他所表达的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俄罗斯人民对未来的一种期盼，然后俄罗斯人民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以及他们可能会对比如说沙皇统治啊、农奴主统治这样的一种期盼。所以比如说像四季，其实这样的一首曲子，它描绘的就是在各个季节里面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它是十分具有民族主义的。我刚刚讲过民族主义，就十分具有民族主义的一个套曲。然后呢，其实在这一个时期呢，在绘画上面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四季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然后同样他们也都是俄罗斯的一些作曲家，俄罗斯的一些画家。而他们呢，会他们呢就是被称为叫做俄罗斯的巡回展览画派的风景的一些画家。俄罗斯的巡回展览画派呢，是那个时候是在俄罗斯的农奴制废除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画派。然后这一个时期呢，就是可以说是艺术是非常的辉煌，因为那个时候农奴制已经废除了，然后人民的思想得到至少一定的解放。然后呢，在这个时期呢，他们就是当初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当初那个学校呢，他们就决定就是要办一个画展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当面的反对他们这样的一种学院派的这样的一种绘画。然后后来呢，他们就离开那个学校，然后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学会展览画派。然后他们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他们想描述的俄罗斯人民对于自然自由的渴望，还有俄罗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就是那种对于农奴制压迫人民啊，对于这种反动势力统治俄罗斯这样的一种批判。然后就是来大概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绘画，是关于自然的描写风景的。第一个是在遥远的北方，是西施金的一个作品。西施金呢，他是捷克展览画派的一个画家，然后他主要就是描述一些森林，像这个是一个毒株的，它有很多这种毒株的，但是很多都是那种一大片的这样的一种森林。然后这一个是描述春天的，叫做白嘴鸭回巢，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是萨普拉索夫的一个作品，这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一个作品。大家乍一看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种像冬天这样的一种情景，但其实呢，它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有一些白嘴鸭，它们已经开始回巢了。尽管它的雪还没有化，但是可以看到生命力已经开始在等待着春天的开始，已经开始慢慢感觉到了春天的暖意。它这个其实就是说在春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的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景象。这一幅出现的作品呢，描述的是3月的时候，看到一些白杨树已经开始生长了起来，然后春水漫过了这样的一片土地。这一幅是列维坦，也是巡回展览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然后是关于夏天的一些绘画，这一个呢，并不是巡回展览画派，
的一个画家，他是1893到1972，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到苏联时期了。但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仍然是可以看到下面写着，通过农村生活和农村的劳动者的形象，表达新的苏维埃的一种时代。然后图中的这一幅图呢，就是描述了一群俄罗斯人呢，他在割草的一个情景。这一个呢是另外一个俄罗斯的画家，他主要是画一些历史题材和一些风景画。然后呢，他就是画了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一个夏日的一个乡村的一角。然后是关于秋季的，同样是列维坦的这一个叫做《金色的秋天》，可以看到这是比较典型的的一个秋天的一个场景。然后今天我要弹奏的呢是四季当中的十月《秋之歌》这首曲子呢可以说它的曲调其实是非常的优美，但是呢其实它所描述的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带有悲伤的一个秋天，是具有一种悲秋的一种感觉。然后我所给这个作品呢配上的这一个画作是这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岁者，是米勒的作品。米勒是法国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画家，这个作品呢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作品可以看到呢这个作品的画面呢是三个农民，作者呢他是对农民具有同情的感情，所以可以看到他把他这样他把他们画在他们就画在正中心，然后其实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显示出来他们是就是那种很老的面目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表达了对他们的一种同情，然后呢也可以表达就是对这些人的赞美之情。但是这幅画呢毕竟还是一现实主义的画作，所以它其实是无情的揭露了这样一些十岁者这样的一些生活的一种悲惨，其实它也是一种又有一些喜又有一些悲的这样的一种画作。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四季十月秋之歌，谢谢。Thank you.
呢，就是要讲的是德彪西和印象派。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幅图呢，就是德彪西的一个肖像。然后德彪西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德彪西，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音乐的第一人，因为他有一些很多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一些表达手法。所以呢，就是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位作曲家。然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印象派。印象派这个名字呢，首先是来用来描述一个绘画的一个流派。它首先是出现于这一幅画。当初莫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法国画家，当时他呢展出了这样的一幅作品。然后呢，当初就是很多人，当初就有一个艺术评论家就是说这个作品画的他简直是太差了。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模糊，而且笔触感特别的强，而且整个没有那个场景，没有表达的很清楚。所以就是说，随便找一个人画的一个画呢，都会比这个乱涂乱抹的这一幅画都要强。这幅画好像仅仅是凭他自己的印象，随便的可以乱画的一幅画的感觉。所以就通过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种评价呢，印象派这一个流派呢就出现了。当然呢，印象派它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印象派呢，其实它就是很多的它的作品呢，就是它是描述的是那种用光来表达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很多东西呢都是描述那种一定的那个光照下来呢，它的那种特定的一种一瞬间的这样的一些事物，不管是自然还是人物的场景等等。所以呢，而且呢，它的就是那种需要通过来用那种光的变化，光的那种表面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来表达出来事物。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它可以说，印象派它画的并不是事物，比如说这一幅画，它其实是画它物品表面上的这种光。它通过这种光呢，来表达他们对这些他们每日所见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印象啊，一些内容。其实印象派虽然说是一个当初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词汇，但是我觉得印象这两个词就是表达了印象派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他们作画一种理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以前他们很多人作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比如说做人物画的时候呢，他们会找模特，而做一些那些风景画的时候，他们会蹂躏很多很多风景，然后呢，他们在画的时候呢，并不是真真实实的面对一个风景在作画。而印象派的画家呢，他们就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是会走到户外去，比如说莫奈，他会在户外作画。而很多的一些描述生活场景的呢，他们也是到户外去，然后通过接触到身边所有的人呢，他们把他们身边这种人和每日的生活来表达出来。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凭着他们自己的这种印象来作画。然后呢，印象派呢，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绘画，因为他们大部分作品都是表达中产阶级他们每日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城市感也非常的强，尽管是一些表达乡村的一些场景呢，也是带有一种城市的气息。莫奈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画风景的大师，是印象派当中他的作品呢一般很少出现人。然后这一个睡莲呢，可以就是说是莫奈最著名的作品。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幅的一个作品，它有很多非常大，所以我这里仅仅是截了一些小的图的一些片段。这一幅画呢，就是他莫奈在他晚期的时候，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小镇所做的这个作品。然后呢，他当初他在他晚年的时候搬到了一个小镇叫吉维尼，然后他每天呢，就是他会到这个户外去，然后呢就描述他那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比如说这那个吉维尼，他那里确确实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桥，有这样的一个池塘，他就每天呢，他就会到这些自然去，真真切切的在自然里面作画。然后呢，莫奈他还特别喜欢呢，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中午还有晚上的时候画同样的一个作品。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我说过光其实就是印象派的一个主题，不同的时间它有不同的光照射出来的一种效果。就它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呢来做这些画呢，它可以体现出来不同时间上面这些同一个物品所表达出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可以说呢，印象派它并不是一个表达情感的一个流派，它其实就是表达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然后这一些呢，就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印象派画家所做的非自然的，比如说第一个是雷诺阿，他左边的这一个画呢，就是游艇上的午餐。他呢就是特别，他的画呢一般是比较的明亮，然后他特别
画很多的这样的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场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就是在没有讲之前的第一幅一个有一个弹钢琴的那一个画，那个弹钢琴的画呢也是雷诺阿的一个作品，它其实描述的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他们生活的一种场景。第二个是毕沙罗，也是一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他的很多画呢描述的是一种乡村的一些景象，不过呢他也有画城市的，比如说这一幅非常著名的这一幅画蒙马特大街，据说他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呢，就是打开他的窗户，看到巴黎的这种街景，所以他就把这个画了下来。他表示的就是巴黎人民的这种生活，他所画的呢，就是他切切实实真正看到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呢是玛丽卡萨特，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女的一个画家，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她其实是一个法国，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画家，而我们说印象派主要留存的呢是在法国这一个地方。然后他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浮世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浮世绘是日本的一种版画，他的作品呢一般特别的平，然后呢很多的作品呢是表达日本的那种妓女，所以呢其实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日本版画里面的这种妓女画成一些西方的妇女，这就是很多玛丽卡萨特的一些画，他的画呢里面基本上都有妇女，因为他其实可能是作为一个女性，他有他画女性呢可能是作为他的一种对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还有你可以看到就是她的这个腿肌里非常的平，就看不到膝盖啊什么的，它就不是传统的作画的方式。然后最下面这个是著名的是舞蹈课德加，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可以说就是德彪西和这里面的画家呢德加他的关系是最好的，然后这里然后德加画了很多就是像比如说这一幅是关于芭蕾舞的画，然后这一幅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构图是以对角线为构图的，它这个呢也是受到了一些浮世绘的影响，还有你可以看到它的最旁边这里好像就是像直接被切去的一样，传统的画法并不会把一个人像这样直接被切去，它这样被直接被切去的这样的一种画法呢可以受到当时就是那种摄影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拍照片我们的边框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尽管你能拍那个人他只有一半他也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到很多时候这些印象派这些作曲的这些画家呢他也受到了这个时候新兴的一种艺术的形式摄影的影响。当然德彪西他自己也受到浮世绘的影响，这一幅非常著名的神奈川冲浪里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幅描述自然的一幅浮世绘，德彪西呢就是在看完这幅画之后呢非常有感触，所以他就直接在他之后呢就创作了他的德彪西的交响乐作品大海，那就是为这一幅绘画而写的。然后我们讲他德彪西的音乐，其实他的音乐呢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印象派的一些特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描述他的一种直观的印象，他的作品里面很少是描述他的情感，他也有很多描述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他的画法呢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比如说他不讲求透视啊，然后他的画面比较有朦胧感，所以呢就是德彪西的音乐里面其实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的音乐会很朦胧，然后他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用法，比如说他会使用一些比如说全音阶啊，还有一些那个七和弦九和弦这些之前作曲家很少使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弹奏的呢是一个叫做比曼版更慢的圆舞曲，然后下面这个英文就是当初呢就德彪西在他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他的这种意象，他想说的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想象每天下午五点的时候很多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妇女他们会到一些聚集的场合，他们会跳舞啊唱歌啊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这首乐曲呢其实就描述这样的一种场景。我给这一首乐曲的一个配图就是图中的这一个雷诺阿的红磨坊的舞会，这一幅画呢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它所描述的就是中产阶级人的生活，可以看到这里有人跳舞，然后整个画面也是非常的惬意，然后也就是也整个画面也是非常的惬意，表达了这样的一种他们中产阶级生活的这样的场景，然后接下来我就弹奏这一首比曼版更慢的圆舞曲，谢谢。接下来请欣赏
德彪西以慢板更慢的圆舞曲。这首让人非常充满画面感的这样一首圆舞曲，那
那说到这个绘画与绘画艺术完美融合的一部音乐作品呢，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无疑是古典音乐中最经典的一部。作曲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图画展览会，历代的音乐家都对这首图画展览会进行了多种版本的改编，其中以管弦乐的版本最为著名，至今依然是广受欢迎的。那么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乐曲呢，孙天晟就要通过这一部作品带我们来观赏一部音乐中的图画展览会，让我们掌声有请。好，嗯，好，谢谢。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个就是部分，就是我们的图画展览会，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可以感受出来，这一首音乐作品呢，可以和图画是有多么的联系，因为它描述的就是图画的一个展览会。然后呢，图中的这一个肖像呢，就是列宾所画的穆索尔斯基。列宾呢，也是一个俄罗斯的巡回展览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画的呢，很多就是描述一些历史题材的一些绘画。先来了解一下穆索尔斯基。穆索尔斯基呢是俄罗斯的一个作曲家，其实他和柴可夫斯基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的。然后呢，他的作品呢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些民主思想和现代现实主义的一些创作原则。他是俄罗斯的强力集团，强力集团一共有五位成员，我这里给大家列了出来，其中包括的是巴拉基列夫、居伊、穆索尔斯基、鲍勃丁和科萨科夫。然后呢，他们这五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上面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上面的那个巡回展览画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也同样是表达这种俄罗斯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们呢就是受到了查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影响，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说那个他们的那个艺术呢应该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些东西。所以可以说呢，这一个强力集团呢，甚至可以说是比柴可夫斯基还要注重表达他们的一些俄罗斯自己本地的一些风光的一个作品。然后呢然后穆索尔斯基呢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位作品，其中这样的一个作曲家。他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跟死亡有关。其实这一个柴可夫斯基做的这一个穆索尔斯基做的这一个图画展览会的，也其实是一个跟死亡有关的一个作品。一会儿我在讲创作背景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说。然后呢，可以说创作这一首图画展览会的前一首和后一首作品也都是跟死亡有关的，一个是歌剧，一个是钢琴作品。那个钢琴作品是叫做《死之歌舞》。然后为什么穆索尔斯基要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其实他就是说当时跟他的一个朋友有关。穆索尔斯基有一个朋友叫做哈特曼，哈特曼呢是一个画家。然后后来呢，哈特曼他去世了。然后呢，在一年之后呢，哈特曼的作品呢，就是那有一个画展，就是专门展出了就是一些哈特曼的一些作品。然后其中呢，就包括了十幅就是他创作在他的音乐里面这一些作品。然后呢，他可以表达就是说是他对他的朋友的一种思念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图画展览会钢琴版本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曲目。然后呢，其中还包括了这样的四段漫步。这个漫步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作曲家他自己本人从一幅画走到另外一幅画这样中间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说呢，与其说它是十幅画，不如说是十一幅画。而最后的那一幅画呢，描述的正是穆索尔斯基他自己本人。然后呢可以说他这一个作品描述的就是这十幅画。虽然说是一个怀念他自己朋友的一个作品的，但他单单从里面看呢，却并没有感觉到好像有丝毫的这种怀念感。这或许就是穆索尔斯基他自己对于死亡这样的一种豁达的一种感觉，豁达的一种胸襟。只是很可惜呢，当初这一些十幅画呢，并不是每一幅画都留存了下来。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些就是已经现在留存下来的一些作品。第一个呢是未图画的小鸡之舞，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画里面就是中间一个少女，她的身体就是个蛋壳这样的。第二个是两个犹太人，一个富一个穷，可以明显的看到左边这个犹太人是富的，右边的这个人是穷的。这两个呢，据说是乌索尔斯基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收藏品。这一个叫做墓穴，用冥界的语言和死者交谈。墓穴呢，穆索尔斯基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罗马洞穴，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叫用冥界的语言和死者交谈。其中呢，提灯者是导游，两个参观者呢是画家他的本人和他的建筑师凯纳尔，他们肯定是在比如说在祭奠他们死去的一位朋友。而这首曲子呢，可以说它的音乐呢，就是一个漫步的一个变奏，因为它其实它的主要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旋律呢，都是很相类似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可以就是说，在音乐里面的穆索尔斯基，他用漫步是他表达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的一个音乐当中呢，去表达他自己对帕特曼的这样的一个思念。可以，我们但其实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理解。然后是犄角上的小屋，是巴巴亚家，但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幅画，而是它的一个设计图。它的这一个是巴巴亚家呢是俄罗斯的一种巫婆，它是设计的这个钟，它这个钟就是设计的很有这样，就是有一些巫婆的一些形象。最后呢，就是这个乐曲的最后一首。它的这个画叫做基辅大门，它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个设计图。当初呢，就是基辅，这个是乌克兰的首都，然后它要建造一个城门，然后当时很多的画家就提供了他们的设计稿。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帕特曼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稿。看这个画呢，其实并不是说很壮观，甚至看起来可能有点像儿童画的一个感觉，但是呢，穆索尔斯基他在他的音乐里面呢，把它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宏伟。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城楼的感觉，甚至还包括教堂的钟声，还有仪仗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东西在这首乐曲里面。然后呢，这首乐曲呢就是很完美的结束了穆索尔斯基的这一首图画展览会。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演奏呢是这个套曲里面的其中两首作品，一首是《侏儒》，一首是这一首《基辅大门》。《侏儒》呢，它表达的可能就是。据说这一幅画呢，它当初表达就是一个葡萄夹子的一个设计图，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大家可以从它音乐出来，它就表达那种侏儒的那种很俏皮的一种状态。好，请大家欣赏，谢谢。接下来请欣赏图画展览会之侏儒。
来请欣赏图画展览会之基辅大门。Thank you.
说的确是实属不易，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好，那么今天呢，孙先生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心得想跟现场的观众们分享一下的？首先谢谢各位啊，能够坚持这么久，然后能够听我今天的这一场啊音乐，还有我讲解的这个部分啊，还有我讲解这个关于艺术的这一场音乐会。我想说的就是呢，就是在场有很多小朋友，就是我想说呢，其实啊，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们从小能够对音乐和艺术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呢，它其实，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说过，就是音乐呢、艺术，它们其实都是仅仅是一种形式，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的那个思想。像我刚刚所讲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它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是古典主义？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要追求浪漫主义？为什么尽管是古典主义里面，为什么贝多芬他的音乐那么的独特，他和海顿和莫扎特又有那么多的区别？这其实都是人的一个内心。他其实我们了解音乐，了解艺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了解人自己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学习音乐啊，学习艺术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不应该就像我们小时候好像很多人感觉就是学又要学音乐又要学艺术，又好像他什么都要学，然后在最后什么都没有搞精。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就是说学习音乐我们应该要了解到，就是他的自己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自己的本身啊。然后我觉得通过学习音乐，通过学习艺术呢，我觉得我了解到的东西呢，不仅仅是说我弹一个曲子，还有我就是说能够画画，或者是我能够欣赏。我觉得更加多的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人，我应该知道我怎么样去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给大家。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场下的小朋友如果能够喜欢音乐的话，或者喜欢艺术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下去。谢谢大家。对，太好了，谢谢。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让善于把生活中的很多元素结合起来，其实对自己的帮助是更大更深远的，对吧？好的，再次感谢孙天晟，也谢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那我们今天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在最后就有请我们的尊敬的杜老师以及天晟的师弟师妹们，我们一起上台留影合念一下，谢谢大家。